我知道你在哭，但我要求神明保庇子孙。我陪你去啦。唔免啦，就伫病院的祷告室内底。你伫遮顾咧，有任何状况，随打电话给我。好啦。 你的后悔，你的后悔，我死！杜光亮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！ 恁后生跟你做手术，我就莫跟你计较。你无想要跟我计较，我搁要找你算账。我的后生查某囝是会安怎去得失着你啊？你把我的查某囝未来的前途拢毁掉啊！即马搁要害我的后生去面对生死的关头。 为了恁查某囝这件代志，是我姓王，我姓林。啊，不过恁囝是拄则我要救人，甲伊伫抢夺我的时阵，伊家己汹涌走过来，我无注意去拄着的。哼！唉，这个林啊实在哦，那伊伫咧找家己麻烦啊。你莫伫遐假好耍啦，今仔日出吼，若讲你甲黄家聪设计要对付阮林家，我袂感觉怀疑。 我伫读较歹啊！我即摆伫驾驶，绑票是重罪的。我若真正甲黄家聪串通，那恁今仔日是尻川洗洗，准备搁用掠伊关啊！我甲毋遐讲，我已经甲你解释过啊。拄则我甲伊伫抢夺的时阵，恁囝是自死状态，毋只去甲拄着的。我甲毋晓算啊，算个真拄好。 杀无鬼啊！你敢跑啊？你，林正，你正是从啥啦？丹青，为了自身的欢乐，你伤心，你对我讲遐话，伊当然情绪控制袂住啊，控制袂住，等于拍死单，互死单无面子。我多去救伊呢！你较冷静个啦。我这个嘴皮是替子山公子同拍的。 想做我袂当拍，你讲我想做我袂当拍，你的评判重要，别人的性命都无重要的性。不管安怎，只剩就是因为你受伤，今嘛伊人伫咧急救，你可以当甲话讲甲遮尔轻松。拄则是意外，恁大家嘛有看到，我拄着林志成，我家己嘛煞惊的。少鹏，恁到底要安怎？啊无我嘛，互你拄一刀嘛。 不管你是不是超工，甲你拢有关系。你的心胸生意或者是咧，敢这么困难？好啦，你就是一世人性啊，愈想就愈固执，讲愈歹听。伊是恁煞查某囝咧，看我的面子，甲伊只失的是死哦。你要安怎回事咧？ 是嘞，我咧当真虾米态度？就是因为你甲子彤的相片散布出去，才后壁才个代志，伊全都是因为你。我咧讲过啊，这件代志嘛不是我愿意的。林子生甲我讲，我嘛出来担，我嘛无投票，我出来认罪啊！到底是安怎？到底要安怎赔偿你啊？你搁较侪赔偿？ 嘛无法度弥补我的后生查某囝的伤害啦！恁这个人真正是有够坏，安怎讲讲袂顺车？我著跟你讲，迄是意外。是安怎？春梦要到去啊，唔惊无话通讲。拢伫要闹出人命，你竟然讲意外这两字，就要推卸责任？
这就是上害上无负责任的借口啦。我这不是借口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我这人敢做敢担当啦，绝对袂讲无负责任话，做无负责任的代志。你若不信，你问坤哥，坤哥，我敢这款人？当然嘛不是。严哥，严哥啥？你若是袂晓讲，我替你讲啦。严哥哦，伊总是用唔对方法伫咧负责啦，敢那会个代志愈误愈害。阿姨唔是你的话贴的，安尼你就好好甲伊教。教我是一定教嘛，不过，啊，你明明在咱娘啊，这人足爱面子的，爱当遐济人的面咧安尼讲，伊讲我听袂落，我等伊再甲讲。好啊，也免讲啊，我看有出处啊，坤哥，你已经不是较早的坤哥啊，你即马有七人就无兄弟啊。我甲你讲过，你是我的兄弟，啊，不过你有你的坚持，我嘛有。边个讲遐？非得我即马安怎做，恁拢无满意。宋凌峰。这件代志，你从头到尾拢伫伊边啊，看甲清清楚楚。真日嘛，把代志经过，我是去救人的，老实甲因讲。我可袂得，一刀甲伊剁死。你可相信我替你讲的？天主在上，我只想笑，一世人敢若有夜过香，有拜过佛，啊！不过我诚心求你，唔通把我的孙带走。伊还阁这么少年，才大为妈妈后院从乡内底行出来，这家还阁真需要伊。你若真是要带走这个人，就把我带走好了。飞弟，我已经活了有够。老公啊，你哪讲的？你把我的子孙，有到今晚搁在面对生死关头，你搁有迄个面外头都做你走？你搁敢讲？若不是你对你来乱，把大媳妇搁乱七八糟，你靠黄家聪早就听我的话收手啊！别怪啥，别怪，怪你家己，是你家己做得来的。你到哪里了？放手！有代志想我紧讲，我无想要甲你这个小查某有任何期待。我嘛靠袂住，我这世人唔捌熟识你，唔捌甲你做伙过，我哪会抓到你这只恶鬼？你搞我的心！你把我的心不甘，敢那倒咧看同款听。哦，安怎？真歹的，想要用眼睛把我杀的哦？还是你要参详进程，提钱给我，叫我替你处理林子倩同款，提钱要凶手来处理我？你做你跟我讲真笑，你等你看，我一定会开钱。叫人把你处理掉！足惊的，不过你莫袂记，因为有你的赞助，我即马嘛有钱的，我赶快向我提钱，叫人把你处理掉。哦，其实变遐尼麻烦啊，我无注意甲林子深赌一赌啊，你就已经听甲要死要活啊！恶毒的歹人，我一定要把你母甲心不如死。以林红的个性，若要甲杜光亮算账，在众人的面头前都会安尼做啊，哪会阁偷偷家己救到家来？你莫想讲即摆在病院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。来啊！
非得我即马嘛无虾米通好输的啊！小杂毛！我这世人上万分人甲我爸，尤其是杂毛，尤其是你这只中毒的蜘蛛精。卖看蜘蛛无啦，有一种蜘蛛，伊都会牺牲家己的身体，予家己的囡仔食。哦，你伫讲你家己哦？俺搁想想诶，你顶多是迄款会为着家己的利益牺牲家己囡仔的人咧？你哪有可能为着家己的囝来牺牲家己？你讲出来！笑破人的嘴，卖了阵你即马无母无教，你都无根无基，又在你想要毁掉相就毁掉相，你慢慢仔等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甲对心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在仓库的时阵。林子深倒下来，你也是跟我讲这句话。你一直对我讲这句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有啊，用你那粒光头卡去要，要套死人，你也要不着。要等到你落地卡，阎罗王、神师婆啊，都会把你的罪行记到满满满的。你违背伦常。最大 OK， 上刀山路油顶十八层，你拢要行一轮。我阁予你最后一摆机会，你上好把代志甲我讲清楚。会惊啊？会错啊！啊，你活到即马一颗溜溜，你一定常常咧想，你无才调传宗接代，一定就对不起恁道家的祖先啊！啊，不过你家己，煞做出绝子绝孙的妖兽代，你着等雷公甲你告好死！你妈到底是你讲啥？什么叫做我绝子绝孙？你是讲啥？你讲！你讲是不是林子深？你讲啊！你笑，我来讲什么？我来讲，我让你笑不出来！你个笑，你个笑！不会啊！你要做啥？我有未来哦！醒啊！阿队长，这个歹人都是跟我的后生太当凶的人，你紧甲伊抓走。靠近啊！是。宋明浩，你又搁叫人抓我？你这个臭杂毛！好啊，杜光亮，你想要跟我争执的，莫把家己愈污愈害啊！把林子彤、宋丹青绑票的黄家双，我已经抓到啊！照伊的笔录来看，你和这个绑票啊，嘛真有关联。啊，还有林子深的凶杀案件，嘛跟你有关联。所以我苦劝你，即马想要乖乖对我回来一撮，好好配合调查，安尼就对啊！所长，是。搞蛋呢！我吃庆丰蛋。哎呀你！哎呀你！